Hello，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件这个会卡的色料。这件会卡的一个精品啊，是一件满色，它不仅是满色啊，它还是一个冰种满色。整个翡翠原石已经达到一个做界面的品质啊，虽然说它现在是个赌石哈，但是回卡的这种非常细非常细的这种蜡壳里面绝对都是非常高级的品质，来欣赏一下啊。色料这个东西能到这个档次的色料已经不多了，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几百克的色料的精品价值已经很高了。很多朋友都不明白这个色料的价值哈，色料的价值就在于它这个种分够，然后色它聚起来，它能形成就是一团色而不是花色。最主要是看它那个，看里面的那个冰感，这个满色的冰感啊，它是达到蛋面级别的，这个才是最难得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它其实裂不多哈，裂不多，有牌子、大件、随行都是有的。好嘞，朋友们啊，持续给大家分享好货，精品赌石。喜欢的朋友点点赞，关注一下啊，咱们有更好的货再继续给大家分享。但这件料子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联系哈，但这种料子不便宜哈，不便宜，价格还是蛮高的，至少要过时啊才能谈一下啊。下期见。